你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收看我们今天的 Beauty Talk 与邱医师有约之美丽密码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志斌 Benny， 在旧金山湾区，也就是 Silicon Valley 矽谷为您服务。我们这个节目呢，都是讲一些让您更美而且更健康的食物。那我们的专家来宾邱正宏医师呢，他是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学博士，而且也是第一位在美国减肥专科医学学会的这个华人会员医师，也是第一个在美国的医美专业期刊发表自体脂肪移植等等的技术论文的医师，同时他也出版了许多的著作。邱医师您好。本你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邱医师。我们今天还要继续上一次主题，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有型嘛，讲到一些明星脸啊，一些脸部的比例等等的。那讲到这个有型呢，我们华人其实很重视这个面相啊，从古到今都是如此。面相，对对。当然了，古代人跟现代人看的可能这个看的 point 这个点不一样，但是重视的程度我想是不分上下的。那么邱医师，首先您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以您自己这个多年的医美美容整形的经验，我们华人呢、通常会觉得怎么样的脸才算是有型？其实哈，我有个感觉哈，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会比较偏向于追求圆润柔美，然后呢，这个看起来很舒服的这种外表。但西方人呢，他们追求的反倒是比较有个性、有棱有角的这个外表。举例来说，像西方人，他们的颧骨高，脸颊有点凹，甚至这个下颚角比较明显，他们不觉得这样难看。你看看外国明星的那些照片或者 model 那些照片，他们常常这个角很大，甚至脸颊都凹下去了，他们并不觉得不好看，他们反而觉得这样的是好看、有个性的脸。可是我们东方人，你看东方的女性，每个人都追求鹅蛋脸、瓜子脸，对不对？他们不喜欢这种方形脸，所以这就是东西方主要的差别。那撇开这个差别不谈，其实有没有一些共同的，让人家看起来比较舒服、比较阳光、有朝气的脸型呢？其实是有的。怎么说呢？我举例哈，我们人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特征我们年轻的脸就是什么？上面会比较饱满，下面会比较紧实、比较小。这我们叫倒三角形，这样的脸看起来是年轻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加以后，我们知道人我们讲说人再怎么有吸引力，敌不过什么？地心引力。地心引力还是最伟大的我们要对地心引力加以尊敬否则的话你会一定会受伤的所以我们讲地心引力，它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我们的人跟脸，对不对？你看看24小时地心力一直帮你往下拉。好了，你年轻的时候你上面有一些脂肪，有些紧实的组织可以帮你撑住，但是呢随着年纪增加以后，你这些组织流失了，你脂肪变薄了那胶原蛋白、弹性纤维没有了，上面皮肤松垮了，所以你知道吗？第一个现象，你的额头开始怎么样？夫妻宫会凹陷，然后呢你的额头这边开始怎么样？没有脂肪，所以你眉骨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症状。各位网友、女性朋友，特别是你拿出镜子照一照你的年轻的时候照片跟现在的照片，你会发现说你这里已经开始凹了，然后你眉骨开始变得明显了。为什么？因为这皮变薄了嘛，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再来眼睛外眼角会下垂了你外眼角正常女性的外我们讲说年轻的外眼角是比内眼角高大概2mm，你看我的眼睛如果这样拉高一点点，看起来是不是有年轻一点？可是往下垂你就觉得老了，对不对？这就是很细微的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说美跟不美、老跟不老的差异。再来呢，我们知道法令纹年纪增加以后法令纹就往下掉了，对吧？这个然后泪沟出现了，法令纹出现了，然后甚至这个墨纹出现了，我们叫做三个疤，我们叫三疤纹的出现。所以呢你的脸型慢慢变成上面凹陷，下面扩大了，所以这样的脸型看起来就老了。好，所以不管东方西方这个衰老的特征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讲说怎么样变美、怎么样变年轻，就是把这些问题把它解决掉，逆向操作，我们就会变得更美，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呢，很快的又要进行我们今天要回答网友问题的这个单元了。我们现在又要开始请教邱医师，爱瘦美问邱医嘛，对不对？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位网友呢，他是23岁的，他留的名字叫新仔仔，蛮可爱的名字。他是女孩子，163公分高，然后56.5公斤，就是113斤，他是应该是像可能中国大陆那边的朋友。他说他的黑眼圈很严重，睡眠状态其实
很好，但是就算睡得好，第二天也会出现黑眼圈。那请问邱医师，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症状？好啊，现在在的黑眼圈啊，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个年轻的女生会出现啊，年老女生也经常会出现。但是你有时候也会发觉说，为什么有些人啊，他虽然年纪比较大，但是也并没有黑眼圈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黑眼圈我们必须思考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啊，状况造成的。通常会有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鼻子不好。为什么鼻子不好会有黑眼圈？因为鼻子不好，它这边经常会有鼻塞、流鼻水、打喷嚏这些症状，所以导致这个三角区这边啊，这个血液循环变差了。那所以呢，它这个静脉会扩张，那就导致说你会看到这个静脉的颜色，那就会有黑眼圈的现象啊。再加上有色素堆积，所以也会有黑眼圈。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它可能黑眼眶附近啊，皮肤的这个皮下脂肪层比较薄，所以你会看得到这个色素啊，在这个眼眶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也会造成黑眼圈，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再加上老化，你这个我们讲脂肪流失啊，胶原蛋白、弹性纤维都没了，所以你薄薄的皮肤，当然就会看到黑眼圈很明显。那怎么样矫正这个黑眼圈呢？像新仔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睡眠也很好啊，其实并不是睡眠问题造成的，对吧？那就表示说可能你的这个眼眶附近有我讲的这些状况，所以第一个你要问自己，你鼻子是不是不好？如果你鼻子不好的话，我建议你啊，你应该要好好的治疗你的鼻子的毛病。那鼻子的毛病其实现在很容易啊，我讲说一个鼻子过敏的人，其实他现在有很好的药物，一天吃一颗啊，就可以改善他鼻过敏的问题。那再嘛呢，你可以做一些运动啊，来改善你的过敏体质。我在台湾曾经遇到过两个哈，就是过敏体质，靠着他自己有恒心的运动做改善了。一个是有一个大概20几岁的女生，她也是鼻子过敏，她就在我们这个马英九经常慢跑的那个公园呢，她每天去慢跑，这个连稍微下点雨刮点风，她还是在跑。结果她告诉我说，她跑了半年之后，她鼻过敏就好了。啊，另外一个是一个退伍的老农民啊，他就在我们附近一个学校的游泳池呢，他就在那边游泳，游了半年以后，他鼻子过敏也好了。所以新仔仔，如果你有鼻病，你靠着运动，靠着或者药物都可以改善。那至于这个其他的问题，包括说什么皮下脂肪不够啊，胶原蛋白流失这个部分，你可以靠着保养啊，化妆品的使用来拍打，让它胶原蛋白增生，或者借由医美的方式啊，补一点玻尿酸，改善你那个泪沟这个部分的问题，也可以让你呢这个黑色素的沉淀的状况呢能够改善，这样你黑眼圈就会得到解决了。那么接下来这位是20岁的小姐，那她是写汉语拼音，她是小西还是消息不知道，小西9955。那她是提到说，她说邱医师您好，我最近脸上爱出油，头皮也出油，掉头发很严重，那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就是说要怎么样改善？小谢你好啊，那基本上脸上爱出油哈，我们知道脸上有些地方啊，它是皮下脂肪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两边，我们的额头，甚至我们的头皮，都是皮下脂肪比较多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什么情况下刺激它，如果导致它皮下脂肪分泌的比较旺盛，那当然就会出油比较明显。所以小谢，我要问你，就是说你最近饮食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你是不是吃的比较油腻，刺激性比较多，辣的、炸的吃的多一点？那导致呢这个皮下脂肪旺盛，或者你有没有在用一些荷尔蒙，比如说有些女生她会吃一些避孕药啊，或者因为月经不规律，她可能会吃一些激素来调整她的月经。那这样的状况下呢，就有可能刺激我们的皮下的这个啊，我们讲说皮脂腺，那导致皮脂腺呢过度旺盛，这个时候就出油比较明显。那你知道吗，当你头皮出油比较明显以后啊，它就有可能导致局部血液循环变差，甚至堵塞了毛孔，导致这个皮下的这个毛囊细胞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这个掉发比较严重了哈。所以小西，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你好好的去啊，回去看一看你生活作息有没有最近不一样的地方啊，或者你饮食或者药物或者这方面有没有不同的之处。如果有的话呢，赶快调整。那么你的皮下出油的状况、头皮出油、掉发的问题，慢慢也会得到改善。那如果还不行，都没有这些状况，你还是皮下脂肪很多，那当然你可以借由一些保养品的使用，或者我们讲说像我们有激光雷射，我们可以啊照射一下出油部位，让那个皮下脂肪啊适度的萎缩，那它的皮下分泌的脂肪就会减少咯，那这样的话呢，皮下出油的状况也会得到适度的改善。那头皮部分，那你就要适度的清洁咯，用一些啊去除油脂油性的那种啊清洁的洗发精，那也可以把油脂堆积的状况改善，这样子毛囊血液循环好一点，那你的掉发的状况也会改善了。
师。那么今天非常谢谢邱正宏医师详尽的说明，刚刚也提到邱医师的这个著作是101个有科学根据的减肥小偏方，就是听众观众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那么也再次提醒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啊，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医美方面的问题、减肥瘦身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提出来，邱医师在节目当中会尽量的帮您解答。而我们这个 Beauty Talk 与邱医师有约的节目，除了美丽密码，另外有瘦身 Easy Go。 那么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网友也不要客气，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让邱医师给您最专业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邱正宏医师，也希望观众朋友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次再会。